我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在马路上。当我失去了这个感官之后，原来影响这么大。因为看得见，大部分的行为都变得直观。因为看得见，为我们的生活增加许多安全感。如果今天我关上双眼，就只能在黑暗中想象世界。OK。想象世界这个系列呢，就是由我们四个人分别体验盲人的不同的状态。像我的话是第一个，就是体验在生活里面我有没有办法自理。哇，我完全没办法想象这是哪里，好恐怖哦，天哪。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我可能也是要寻求路人的帮助。我现在应该到围墙边了，围墙边就会让我比较安心，因为我可以一直沿着围墙边走就好。所以爱盲基金会告诉我们，一般的盲人他们在外出的时候，通常是有人会带着他，要不然就是在他熟悉的路线做定向服务之后，他们可能才比较会走自己的路。可是其实也很常会遇到状况是，如果他记得的那个位置那边多种了一棵树，或是施工了，或是怎么样，造成的那个路有一点点变化，其实他们很常在外面就会完全失去方向，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可怕，增加他们恐惧很多的事情。我讲真的，我本来想象没有那么害怕，然后也没有这么的茫然，因为我想说应该我到上车的地方都还是我有印象的路线吧。但是一些小状况啊，地上有一些凸起，或是随便一个水沟盖，就让我很害怕。当我失去了这个感官之后，原来影响这么大。你要到哪里？我要到 BRT 站，现在还很远吗？在北。你有办法带我吗？ OK 啊，这边可以吧。这个吗？你有优卡哦。有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不好，不好。OK， 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办法拍到帮助我的人长怎么样？他是一个静宜大学大二的学生，他在我快要掉到水沟的时候，他主动来帮我。Okay. 谢谢哦。OK， 现在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看电影之前，我要找到东西吃。好，我决定看有没有办法去问路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旁边的人跟我距离多远，不知道怎么样找他们帮忙。哎，我现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在马路上。对，然后一直想到大家会救你。好无力感哦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你好，可以帮帮我吗？到了。谢谢，在右边吗？我在。好。小心有阶梯是吗？好，那我待会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感谢你，谢谢。我不过就是出门搭个公车，然后现在坐下来吃饭而已。我已经觉得今天过得好漫长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是要到今天的目的地。刚刚遇到一个认得我的人跟我讲了方向，至少我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我会先往目的地前进。我会希望真的有导盲砖哎，但是像在这么市区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导盲砖到底在哪里。Hello， 我所以我到了吗？到我到了。那我完全看不到要怎么看电影，由我负责爆读给他听。好，结束这场电影了。刚刚回收还有零一六他们有分别在我旁边跟我解释了这整场电影。我需要在脑袋里面去自己建构整个故事。我觉得当他们里面的人物有对话的时候，我比较能够接收那个情感啊，或是桥段。我可能没办法跟一般人一样有最棒的观赏体验，但是我也是会希望我旁边的朋友、亲戚、家人也可以在我旁边跟我爆读。那我也稍微的有体验到这个故事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疯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